管谁人知，人生路苦梦了解，情理难舍，命难定，坎坷人生路犹原爱行。你为大庭回来了后，就一直无讲话，你是在想啥？我咧想，阮母皇伊对汉人印象真敏感，想当初伊会遐尼反对咱两个人的代志，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你是汉人。我唔知影你所想的，跟我是毋是同一件代志？高斌师傅伊是一个汉人。我从来没看过阮母皇用遐尼亲切的态度来对待一个汉人，尤其是一个汉人的难奴。我烦恼讲，伊将伊带去伊的寝宫，唔知该讲啥。果然，你甲我想完全同款。今日女王在大殿这样生气，本来我烦恼，国师甲高斌师傅会去予定罪，想袂到伊对高斌师傅的态度，我感觉非常意外。伊两个好惨就是噻，唐凤，你认为女王的讨厌汉人，是毋是甲高斌师傅有关的？武皇较早的代志，我从来毋捌听伊提起。伊一向干那关心努力高一切，其他国家的团员，伊一向拢无关心。我看，伊应该是毋知影高斌师傅真正的身份。我即马上烦恼的是。国师甲高斌师傅，因两个名声上响。虽然今日女王只有讲到高斌两字，不过我就惊，惊有心人会联想到因两个人的身份。嗯，确实，咱两国当个交战，因的身份也是变空，代志会真歹收束。上好的结果是高斌师傅甲女王关系真好，就算讲有人想要借题发挥。女王，万的不为所动。唐凤，咱即马刚才在静观其变啊。对伊的了解，伊哪有可能遐尼啊简单，就放弃两个奴隶耍嘞？谭风会当躲过七劫，是因为到世界是大公主，亲爹女王的疼爱。那安尼，这两个奴隶到底是凭啥物嘞？
这个名，咱好像就足熟悉。大明朝护国大法师五品师傅，伊甲你王到底有甚物关系？敢讲伊是你王的旧情人？也毋过护国大法师是一个和尚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国宾身躯边，还阁有一个甲伊叩头念烧我的狐狸，叫做苏阳。我若是料想无唔对，伊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明国师刘辟云。看来前一阵啊，三番两次破坏我好事的幕后主使者，恐惊毋是同工，伊是这个叫做苏阳的刘辟云。大明国师刘辟云竟然敢走到阮当女国来作怪，真正是受超过。也阁有，另外迄个汉人玉家嘛十分可疑。之前我对谭凤暗杀大便拢失败，伊应该嘛脱不了关系。而且伊身上也阁有一股新人之气。对我身上的魔气来讲，是一种真大的危险。我都要想办法，赶紧卖掉这支眼中钉。也唔过，伊即马是公主妃，我根本就无法度直接对付伊。唔知这玉工在台面，伊阁是虾米角色？我看，我要先查清楚伊的底，才谈好下手啊。看来，我应该先为高斌，还阁有刘佩君遐下手。但无，杜王若到高斌今日讲出什么情分，无听到，就会看在伊的份上，甲大平讲好。我哪有可能又再这种代志发生？刘佩君，高斌竟然敢来阮东女国作怪！我就当利用这点来对付你。国宾师傅，国宾师傅，我伫咧替你担心呢。啊？担心？他是要担什么心啦？三老女王，跟你讲什么？就是啊，国宾师傅，女王应该有真侪话要跟你讲吼。你甲卢相公讲，无啊，我什么拢无讲啊。嗯，对啊，国宾师傅，先生唔免甲我讲什么啊，看你之前的表现，约嘛约会出来。约，伊约啥？啊，你卖阁低气啊！之前你无想要讲，阮就准拄煞。即马到这个关头，你阁想要阮话？嗯，什么关头？敢有？嗯。好啦，国宾师傅，无你家己讲嘛。卢王是安那要单独找你一个人？伊到底要甲你讲啥？若是讲恁两个无啥物特殊的关系，是安怎伊对你会特别无共款？伊会单独找我入去吼，迄是因为啊，伊看出来啊，非常我的身上啊，充满着佛家慈悲的光辉。所以啊，伊希望当听我讲经说法，破除咧伊心中的误区。喂，啊你爱食无意思呢？啊我转遮久啊，你想无嘛甲我吐槽一下，啊我嘛较袂晓硬叫。嗯，吼，啊大伯你是要叫我讲啥啦？讲实话，这吼。国宾师傅，你讲到安尼吞吞吐吐，一定有啥物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毋是常常甲阮家讲，万项代志一定要放下。就算讲恁捌发生过啥物秘密，嘛已经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。你是安怎到即摆，还是对迄挂代志遐尔挂碍？连交情甲你遮尔好的先生，你都毋肯坦白。
啦好啦，到这个关头来啊吼，我想我嘛经袂住啦。今天是送啥？高斌师傅，你总算愿意开金口，阮当然爱听你讲啊。你阮做这么久，无讲出来故事，一定真好听。哎，你莫管乱啊，我白讲啊。哎，高斌师傅，好啦，阮啥物拢莫讲，阮就点点啊听你一个人讲，安尼好不？好啦，代志是安尼啦。代志是安尼啦，古早，番薯食甲饱，爽。代志啊，经过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不怪你遐尼不愿意来努力过。嗯，恁即马知影我啥也无爱来啊吼。嗯，哎，即马主角母亲伫女王的手内，虽然要体谅唔是遐尼简单，要我至少知影主角母亲下。嗯，啊知影下落有啥物路用？唔得爱提过手。嘿，啊你三个拢伫个？哎，将军。将军，所有我的心肝宝贝，我家在你个伫个。哎，将军，你讲什么话？我一定在家。不是啦，我听女王讲要甲你赐婚了，苏娜。我去巡视闭关的时阵，孙家一大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就赶紧倒转来要救你啊。将军本来是安尼的，也不过后来后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知啦，已经有人甲我汇报啊。竟然不知影死亡的苏娜，伊是我的表兄妹，阁是我的属下，竟然用这款垃圾布，连这种以下犯上的代志，伊拢做会出来。熊将军啊，迄话嘛袂用安尼讲啦吼，那毋是哦，有一块烧饼去救驾吼，迄大公主在冰山遐的时阵，发现到一根红绳啊。哼，你阁讲咧，啥物救驾？那毋是我教伊安那使用烈火机，伊敢有才调去救大公主？早知影我就家己去，安尼这个功劳就会算我的，安尼女王就会使面前言顺，让我家己娶你门啊。将军，多谢你的关爱，我心痛袂起。苏阳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坐。发生这么多代志，你一定足惊的吼。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身躯边。我一定要好好甲你保护，好好啊甲你照顾，莫有人搁甲你欺负啊！哎呀，我靠啊！才走一个苏娜，起码这个轻易搁倒来念莲花心上。哎呀，没有这个黄心机，我搁袂用去走。我的坎坷路，什么时阵才会当结束？这位清查母星菩萨，连都较像菩萨的这位大祭司，咱请教一下，你来杀人是要从啥？大祭司，你好大胆，竟然私自带兵来我将军府内底！天机将军，我拄则讲啥，你听无清楚是？好，我再讲一遍，将这三个奸细拢抓起来。奸细，嘿，啊，一个是我要传你两个爱妻，一个是我的军师。啊！这个大块的虽然是较无路用，啊，不过伊逐天会甲我扫涂骹，佮帮我掠人啊。啊，你讲的三个奸细是甚物人啊？天咪，佮我真实拢唔知影。知影甚物啊？我嘛不想要相信啊。啊，不过迄个苏阳，
伊既然是大面条的，还阁输刘佩温。哈？刘佩温，啊，你是对啊，唔对啊？建议，虽然你身躯边迄个姑娘唔知是啥物身份，也毋过你讲真敖扫涂骹，真敖掠人迄个大口袋，就是大面条后国大法师高斌回想。哈？回想？嘿，大口的苏娇。苏勇，你跟我讲，因敢要得跟孙桥对无？你紧跟我讲啊！将军，这好啊，废话减讲，乔丁，是，把人抓起来，快入去大牢。是，不应，大寨叔，我不准你安尼做。你凭什么不准？苏西摆在眼前，建议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阻挡，我就判你一个通敌的罪名，依法论处。通敌，站在头上，抓了。这是。我大兵呢？我咪大兵呢？大哥，收掉。大哥，说你进来啊，快来帮忙啊！啊，快走。要唔进去了啊？是。只有你抓啦，我。我唔甘啦！你即摆是咧创啥啊？赶紧抓起来！将军啊，你来抓啦！这是恁的工作呢。你再莫搁啰嗦啊！若搁啰嗦，连恁三个做阵抓。是。嫂，老夫叔，真是的，我。我家己行。苏勇，苏勇，我的心肝。乔丁，苏勇。建议，较紧清醒。你若继续安尼醉生梦死，是下咱党国的罪。你，苏勇，我的心肝。实在是真有意思啦！当通大兵调啊，学过大法师，也阁有国师，竟然等的大法官喺阮漳州国的大路内底。是讲你这乌索索的屠杀大祭司啊？啊，你讲关起来，你哪只欢喜啊？我看你喺归路爽未停，我是真好奇呢，你哪只欢喜啊？高兵师傅。那叫是讲，你凊彩甲我学一个外号，就会将我变老。亲像你将囡仔伫耍个把戏，阮这厝根本都无可能在间来。廖丁，是，这台面条我国师，还阁有法国大法师，竟然冒充去吃来咱东吴国遮尔啊久，因一定有真重大任务。哎呦，无啦，屠杀大祭司，你误会啊啦。其实哦，阮是叫甘心受害，走投无路，才变作乞食，流浪到这努力国。阮会用讲。杨琪，乔丁，我不管恁对伊是用拍的，也是用骗，我要爱就只有爱，听好清楚。刚刚连老国输来，三个拢同款。廖丁，对咱用刑，你不是上头啊！千万唔通予女王，还阁有本祭司失望。是。国师，咱落在这屠杀大祭司的手内，一定会死甲真凄惨。即摆只有行一步算一步，咱无通选择。真是讲煞袂。廖高，顶三个问题无？
戴律师，小心有无将大太讲一句话，这个数，不是，是刘碧文，自从咱努力过，伊并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应该无需要动刑啊。是啊，戴律师，我看你都莫甲因计较。拢点去。恁是爷是爷，是当何去白干？唔知影家己是啥人是？把恁目睭睁大大看好清楚，只有两个查甫人，单单女个，上歹看起的就是查甫人。姚弟，把恁的小孩拢管好好。等下，我会去用女王回复。啊，不过等我回来的时阵，我若发现。你无对这三个奸细用刑，尤其是我若看到刘碧芬的身上一点仔伤痕都无，我就会改。该用的刑，拢用在恁的身上，听有清楚？有恁听有清楚啊？清楚就好。应该要安怎做？你拢清楚吼？是将军。真紧急，玉刚，你伫只等我，我去救阮武红，救伊，将伊放伊出来。武红，唐红，什么代志？武红，唐红叫你将伊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你是指啥？武红，你毋是派人甲苏阳、苏娇，还佮有大可关伫大牢？因何关入去大牢？女王，敢毋是你下的命令？并无下令啊！可是武皇，你无下令，谁那大太师爷带人去右将军府掠人呢？主人，少丁，把主人叫来。遵命。哪会安尼？是甚物人敢大主大意？武皇，敢讲你阁看袂出来？大册书伫咧皇宫已经无法无天，伊根本就无将你放在眼内。我求你，莫让伊安尼为非三做落去。女王，大册书到。主人，参见女王陛下。主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所讲的是我去右将军府抓那三个人的代志，是？是你做主的。隔壁女王是神做的，无唔对。也毋过，因三个人对咱唐女国有真大的威胁。主人又搁知影，迄个高斌甲你是好朋友，我惊女王你会一时心软啊。也毋过，女王你毋知也是。高斌，伊是大明朝的，谁准你安尼做的？伯啊，请他先解释，神是真有把握，才甲神斩后斩。高斌伊，苏娇，你想要造反啊？神不敢。朱玲，你好大胆，你竟然敢自作主张？你目睭内敢若阁有我这个女王？你甲我听清楚，以后无我的允准，任何人拢唔准顶到着高斌。
事啊！啊，你不是讲行一步算一步？哎，咱怎行到这种地步啊嘞？啊，你敢有算过？咱要安怎吼才能躲过这皮包之灾啊？啊？无算到，我都知嘞。不要紧啦，凊彩啦，反正吼这身躯哦是一个臭皮囊尔，凊彩伊要哪搞我糟蹋灵地拢不要紧。袂啦，高斌师傅，你的皮遐尼厚，恐怕嘛袂疼。哎，咱请教一下，啊，你即嘛是搞安慰是搞亏啊？无啦，我就是想要让大家较轻松的哦。轻松，好啊！只要恁老老实实拢交出来，我就让恁轻松。要哪无？恁硬要死硬硬碎皮，就先别唔通怪我。用这支棍啊，甲恁拍招呼啊！哎呦，我怕你落手啦！华明，你来。哈？为什么呀？我叫你来就你来，进来。苏阳，不是老骗婚，你，你是在做烟斗的？哎呦，只有你来啦！为什么我来啊？你干嘛当人啊？拜托一个啦！啊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就我来，无用，好一个老骗婚，你竟然敢！坐到这里骂人，哎呦，将军啊，赤手手下无能为力，也是将军你家己亲自动手了。啊，安尼伤憨啦。哦，老国师伫咧努力讲，靠伊迄两对目睭，就用伊甲大家骂到戆戆西。我就先对你这大哥下手。喂，你来咁着？啊，阿你三个枪我敲袂好势，啊，即嘛对我先下手哦。喂，阿你讲做无辜的，敢讲大哥是种罪的哦？点去？你若是真是歪招，我真是要用刑啊！哦，我你往背下。沙奴，阿是来要创啥？在创啥？去兵女王陛下，决定是奉大祭司之命，爱我对天官问口经。大祭司，大祭司的命令，敢会听者？把高兵放开！把高兵放开！爱我讲第二届。那呢？这两个人呢？我刚刚讲高兵，莫浪费我的时间。是，要唔进去？是。因，有对你动手无？差一猪猪啊！对啊，来。要不要杀了？不是啦，我是讲，杀了女王。安怎？啊，这个甲迄个，敢袂当想煞？无可能。你做啥跑？你是无听到女王讲的话啊？啊，不过高秘书，你放心，你这样走，总比咱三个人关在家较好啊。哎，是啦。对啊，高秘书傅，你若真是有啥物办法？你就好好考考女王，唔通阁勉强。好啦好啦，啊无恁等我，回去我就想办法咯，甲恁救出去，吼。大哥叔，你来坚持落，最后的风扇，你知啦吼。卢姐，你先猜。
雪珍，你先出去，无我的命令，谁拢唔准入来。是，女王，雪珍先讲。隔壁。来，来遮坐。遐济哦，唔免啦，回想我吼，徛得较惯势。哦，那呢，我陪你徛。啊，唔免，坐坐坐坐，咱拢坐。我就讲嘛，坐位较舒适啊。啊！你咁好，有啥物唔好？你会知影哦。你是头一个伫努力过，甲我坐共椅仔的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我算做有面子的啦吼。来，食甜粿。嗯，我想我袂晓。你是安怎讲的话？头前拢爱讲迄，什么？就挂头前迄两字。回想。请你乖啊。哦。是讲哦，咱敢会当参详一下？食水果买参详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讲哦。我家己人伫遮咧享受，啊，不过哦，大内底哦，都有两个，你。啊，你是讲爱我，甲伊放出来？对啦对啦，哎，沙罗，你哦好心好行，你甲伊放出来。你嫁互我。你是讲爱我，甲因放出来？对啦对啦，哎，沙罗，你哦好心好行，你甲因放出来。你嫁互我，只要你愿意嫁互我，啥物我拢答应你。换一束新衫，这是我叫彩虹透明挂出来。嗯，看你穿这束破衫，我心真唔甘的。小蛋呢，你到底只换？啥？你只换？是啊，无你是要去倒位换？免啦，我这个吼，我这个，我隔壁，你是惊我给你偷看啊？放心啦，我头会挖过去。吼吼，啊，假使讲我若直接换，你敢会当？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的王后。来，啉一点仔酒，这是阮努力过特别斟的酒，这中原是恁无的哦。沙罗，啊，你明知影会，我是讲。
我袂去啉烧酒的啦。嗯，啊，你都要嫁我，要嫁我，都要欢笑，欢笑都当啉酒啊。我敢讲我要嫁你？你一定会嫁我。就算我啉，你嘛无可能会放人着。无唔对，除非我嫁乎你。嗯，等下就好。任何人拢唔当离去。我方地主，迄是对别人，那我做小啊，你讲袂讲话。袂用的，即摆你袂当离去。我方地主，你是咧甲我讲算账？你敢知影我是女王陛下身躯边历来上久的男宠？若是女王一时抹去无我的陪伴，伊会真无关系哦。好啦，跟我离去。杜令，真歹势。歹势，是安怎是嘛？这个消息对伊来讲，你可能无法度接受。无法度接受，陆王是安怎是嘛？不是啦，陆王伊无安怎，要唔过你可能真紧就无法度踮在陆王身躯边啊。袂用咧踮咧陆王身躯边，你到底是在讲啥啦？好啦，杜令，你听好，陆王已经找到伊的真爱，伊的人就是进前掠来的男郎。女王找到真爱，你别担心啦。你无代志就好。迄个玉鼎将军吼，上加兴求南路啊啦，我就惊你受伤安尼。啊，是讲我听阮表姐讲你真正新闻的时阵，我惊一跳呢。啊，你嘛足奇怪，国师就国师啊，是安怎要让家己专注去吃嘞？你看，就要去用乖伫吃，感觉足歹吼。你敢知影，我的心肝足艰苦的呢。老国师意思是讲哦，恁两个人若是要冤，莫伫个遮冤。若真是有本事哦，就要去女王的面头前求伊放阮两个出去。那安尼哦，老国师可能就会考虑恁对伊的求婚哦。老国师的意思是讲哦，恁两个人若是要冤，莫伫个遮冤。若真是有本事哦，就要去女王的面头前求伊放阮两个出去。若是安尼哦，国师可能就会考虑恁两个对伊的求婚哦。好，我去。为着你哦，我啥物代志拢会当去做。啊，我只是烦恼有一个大将军无这个胆啦。谁跟我无打？谁人唔敢去吼？谁就无打？我规身躯拢是打啦！我看你吼，规身躯拢是油啦！你安怎？去啊！要去来去啊！来去啊！你看卖，谁好打？我来是我。你是谁人？唔知死哦你！无将咱台今年参见陆王陛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木匠难在手呐，参见女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明明都同款的话，当齐讲就好啊，那就算一人一句。回女王，木匠即马甲伊有叮当，无想要甲伊做伙讲。女王陛下，手呐嘛是。你如果是为着查甫人伫冤家啊，对无？女王陛下，啊你哪会知？即哪都问，咱拄伫讲。查甫人坐过查甫，
啊恁嘞？啊，看到因大后的查甫人，一个一个就嘴硬擦擦的，啊，搁大讲电话，要拍不爱好。啊，你看到查甫人，头壳都戆去啊！这战争搁要哪拍落去？无从解释，无从治罪。那是代人，恁为努力过，立下真大的功劳，恁啊，早就甲恁拖出去斩嘛！快，起来讲话。小鹿，恁两个真强，是有啥物代志？你讲啊，啊你唔讲你就有胆，我当然嘛有胆。你袂记住，伊是死顶唔惊烧呢，平常时才会讲。好啊啦，恁两个伫咧细细点点啥？冰宝鹿哦，啊，我是要甲你讲哦，迄个苏阳甲因小妹苏娇，两个人也无做唔着啥物代志啊。啊，不过大姐叔哦，煞把因关伫大牢内啦。啊，迄个苏娇先莫讲。啊，不过苏阳是你答应要给我的男生呢。啊，阮庄相亲也无成功啊，拜托女王你哦，把伊放出来，让阮哥成一届亲啦，拜托你啦。代志毋是安尼，去女王陛下，迄个苏阳一直是木匠的男奴，木匠嘛一直有意思要把伊带入门。谁知影苏娜竟然趁木匠出去巡视边关的时阵，要把伊偷偷啊手到手。好佳哉吼，天公伯啊有保庇，连伊拢唔知会去带着真厉鬼呀。哎，还唔够女王陛下，请求你吼，敢会使把因两个紧放出来？起码因搁予大祭司关在大牢。啊，请求女王陛下会使把苏阳和木匠带入门。讲来讲去，都是为着这件代志哦。丁梦玲，是不是迄个奴隶叫恁来求情的？是女王。你倒去甲因讲，除非高兵答应嫁予恁，做阵王后，若无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求情，本王绝对无可能答应。你有听到无？不讲真。将军甲苏娜去救女王，国书记认为敢会成功？小姑娘，我是要问问因两个啊，连国宾书求情都无效，因两个人那有什么路用？你讲国宾书夫冇替咱两个求情？这是当然啦，国宾书夫一定有咱求情的，而且以国宾书甲女王的交情，照道理，今晚应该已经放咱出去啊。只不过这时阵，咱阁怪伫遮，这就表示女王已经拒绝高敏师傅啊！你想看卖，连高敏师傅求情都无效，迄个苏娜甲庆怡闹吧？安尼讲起来，咱想要出去，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哎，你嘛好啦，若是出去哦，我都烦恼啊。是安怎？你唔知影？迄个庆怡甲苏娜伫外面等要甲我拆只落吧。到这个地步啊，你还阁有心情滚生笑？敢讲你拢袂担心？有啥物通我担心的啊？即卖一切顺势而为，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。要唔过咱即卖伫咧别人的国家啊？你想看卖？咱才来无外久，就拄到遐尼啊侪波折。唔知影速度内拄到啥物款的代志，敢讲你拢袂烦恼？啊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是算出啥物卦象啊！吴相公，你确实是大明朝上聪明的女主角。唔对，其实我早就算过一卦，这个卦象显示虽然咱会拄到风波，也毋过会当化险为夷。所以你一点啊都无需要担心。嘛是早就知影先生已经算出来啊，我都唔要遐尔着急啊啦。是不是要来帮咱走？苏阳，唔是啦，老爸让我大姑叔。哎呦，走两个，即马搁来两个，这保证嘛伤多啊。哎，两位参将，恁来创啥？大哥叔，阮知影你真实的身份，已经变空啊！啊，
迄个大姐叔一直要抬你，所以你想要平安离开阮女里国，迄是真困难的。阮现在就参详，赶紧来救你。救阮？对啊。要安怎救啊？真简单啊，只要你答应跟阮私奔吼，阮就放你出去，然后跟你做伙回去大平调。哎，害啊，先生又搁拄着麻烦啊。哎，好啦，这下我就要看你是要安怎顺其自然。安怎，大姑叔，你变答应无？